哎，打扰诸位。嘿嘿，还有一道菜。还有。对啊，陆郎君昨日可是亲自叮嘱，说李姐姐爱吃甜食，让我们特意准备的这份金乳酥。哎，郡主在这儿呢，年年怎么好意思承认呢？哦，郡主有所不知啊，我在这儿掌厨，压力甚大呀。你有什么压力？我有什么压力？你不清楚。 每日开餐前，都到厨房里跟我絮叨，多放点莲子。萨萨姑娘最近熬夜，少放点胡椒，怕萨萨姑娘上火。真的，我都想转行做萨萨姑娘。我什么时候让你？我懂，当着郡主和萨萨姑娘的面，你怎么好意思承认呢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先吃啊，我们先撤了。